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你是否希望将你的产品信息在全球最大的搜寻器 Google 首页自然排比展示出来？在这个视频我会为大家一一解答这个问题。我们先看一下每一分钟互联网里面产生的变化，个海量数据变化。 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视频，我们要三天不眠不休才可以将它看完。Google 搜寻有200多万，域名增加70个，网站增加570个，邮件服务发出2亿封邮件。 Google 和 YouTube 是关联企业，它两个加埋的搜寻是有300多万。我们怎样可以在这个300多万里面的数据里面，我们可以参与其中？我哋示范一个关键词俾大家。Rotary Hippies 系印花行业嘅一个专用关键词。佢呢度带嚟嘅相关页面有210万。排位第一嘅系香港一家公司，系我哋嘅关联企业。下面 Google 加咗两个冠名排位 ：Google Pass Rotary Hippies for Lanyard，Google Pass Sublimation Hippies。呢两个关联页面为这家公司带来有接近的30000连接。这30000的连接就巩固了它在 Google 里面的排位权重。它这些连接大部分都是从 YouTube 这边带过去。YouTube 是全球最大的视频平台，全球排位第三。而这些连接它是保证不会断的。即是说人客几时去点击访问都可以看到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这家公司在全球排位第一，它的稳固性就不存在疑问。因为当人客去点击视频访问的时候，加重了它的权威，令到它在 Google 里面的权威更加重要。我们再看一看在 Google 页面的 video。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 video marketing。在现今的世界里面，我们频宽和空间都不存在问题。我们在香港，我要下载一个视频去看完一套电影，讲的是10分8分钟的事。情况在数据流量咁高速的时代，我们要让人客知道我们的台词，我们的产品或者服务，让他有更深入的了解。我们如果不用视频，我们有其他选择吗？我们每年参加展会，等啲人客在外国来到香港，确确实实那个时间是很漫长。每日在 B2B 所花的时间又觉得起不到太大的作用，因为每一日的海量数据一个一个地冚上，我们摆上去的信息可能已经被很多同行一路地遮盖。所以我们今天要利用 Google 透过 Video Marketing 去改变。确确实实 YouTube是没有义务为我们带来流量。我们怎样可以为自己创造流量呢？我们要透过 EDM, 透过 Social Media Network, 去跟我们海外的朋友说，你今天可以透过 YouTube 这个平台看到我们最新的产品信息，让他更了解这个产品，从而提升他对你的产品购买的意愿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不做 video marketing, 确确实实我们真的没什么希望。在这里我们为大家推荐一个平台 Podcast Channel。它是一个完完全全为大家所建造的平台。我们保证承诺在大家的视频或者广告播放之前，我们绝不加插广告。同时我们这个网站已经有手机版本。人客用手机智能手机上网，随时可以看到你的视频。另外我们在5月20号在来届的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视频推广，重新出发。时间是下午3点至5点，在九龙长沙湾长怡街8号益经广场31楼。
如果大家对呢个研讨会有兴趣嘅，请大家揸紧时间，喺呢度下载个申请表。多谢大家。